四十，六十，八十，八十八，八十九，九十，高手九十分了。刘天健老师，请为我们讲评。好，这位有进步。谢老师，而且呢，有修正你自己，我们上一次有讨论的那些问题，很清楚的，你已经把这首歌的起承转合处理得非常好。歌曲来讲，穿搭的，尤其是听不懂，你还可以感动我，哦，那就厉害了。谢老师，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进步很多，好，再加油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就今天呢，整集整个状况，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总结好吗？也欢迎所有的参赛的朋友来。好，今天大家都很那个哭点很低哈，从一开始这样还有我们这样不知道怎么评下去。OK，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认真很努力。那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高蕾雅，高蕾雅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期望非常高，可是呢，我觉得你一直都在那种让我们失望的边缘，我觉得。不应该，真的不应该。像你上一次有一次改编的一个新不了情不错，可是你今天改了黑吃黑之后，我会觉得说你有没有仔细的看那个歌词，那个歌词想表达的愤怒或不屑，或者是你去死啊那种感觉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好，我觉得你要，你除了会唱以外，我希望你多思考，就是思考唱歌这件事情，还有思考音乐这件事情，还有你唱歌跟音乐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多花点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，你才会有更好的表现，才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我们对你期望真的非常高 ，OK， 好。然后那个阿布，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，其实你昨天彩排完之后，你一个人躲在后面关起来一直练歌啊，其实我们都知道你非常非常非常的认真。其实不是像表面上看那么搞笑，你很爱唱歌，那你唱歌的情绪的表现其实都有感动我们，只是说技巧真的还要再加强。那我还是希望你继续爱唱歌下去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蔡玉鹏也是一样哈，今天选的这个歌可能观众不喜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都看到你都用心了。好，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大家都一样，还是要爱唱歌，加油，谢谢。加油啊！那两位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一直支持你的这个粉丝？他们从一早就来了耶。我觉得这样的感觉，就其实有点回到像当初我比赛的状况一样，就是我觉得我都是很开心的离开这个比赛。那我今天我觉得首先我要就是谢谢吴伟平老师，就是我今天虽然被淘汰，可是我是被肯定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开心的。那我也很谢谢说今天50位的评审，就是。虽然你们给我的分数不多，可是也让我可以就是检讨自己，说我可能我缺的地方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双赢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输。对。然后我是要谢谢新媒体还有所有的评审们，就是给我的一些建议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一直对自己很没自信心啦，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才那种感觉又更强烈了。所以我希望。虽然我现在离开了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留下来的其他选手们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以今天的表现来看，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选手的表现都会牵动其他人的心情，所以我希望，因为其实大家唱歌都是很开心的，我希望大家都是抱着那种很开心的心情在唱歌，然后其实你们都很棒，真的。那么留下来的这12位同学将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，更大的压力，好吗？要加油了。今天谢谢50位陪审团陪我们现场一整天。当然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陪审团，请上我们的官方网上报名，好吗？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准时收看金曲超级星，拜拜。在众人最不看好的情况下，阿布为了梦想坚持前进的决心，与快乐帮里最阳光男孩的蔡玉鹏再战歌唱舞台。虽然两人今天都遭到淘汰了，但他们对歌唱的那份坚持与热诚感动了所有的参赛者。这次被淘汰掉了，自己忘词没有接上去是表现不好。那其实透过这次的比赛呢，那感受到了那种就是所有参赛者这种凝聚在一起那种力量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真的
很就是这种感觉会升起在我心里。那我希望我离开之后呢，就你们皮绷紧一点啦，没有垫背的了，我告诉你们，都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幸的被淘汰，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表现，我觉得我是满意的。那老师也给予我一个很好的评价。那相对于50位观众的评价，我也会去吸收。我会觉得比较不舍的，不是自己被淘汰，而是说我再也没有机会，就是可以跟我们这些战友一起继续打拼下去。可是我还是会回来看大家的，大家要加油。最终十强决定赛，参赛者力拼晋级机会。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哪里？